我们继续录我们的第五集，这个第五集就比较没有那么邪恶，可是呢，但是也是一种困扰啊。所谓的邪恶是说他的这个恶行不至于伤害到人的一生或是我们小孩，但是却是这一种喜欢到处告人的邻居的话，会闹得你是也是算是鸡犬不宁的哈，那我们的标题就是邻居全被告光啊，这个害得呢，这个里长呢要大家来联署陈情啊，这个也是表示这个里长对于法律并不是很懂啊，所以司法呢是不是在某些程度之下，只要我们这些被骚扰的这一族群呢提出某一种证据之后呢，就可以让这种喜欢告人的人他就没有那样的特权去利用司法成为他修理别人的工具啊。我这边要特别提的就是，其实司法若是让一些懂的人，这种比较心态不好的人呢，他确实可以利用司法去修理到那些比较不懂法律的好人哦，不懂法律的好人很多哦。这个新闻是这样子的，是高雄的哦，南部的，哇，很难得哦。那欢迎这一些高雄的这一对母女啊，喜欢告人的，欢迎搬到台北来。我相信台北的这些喜欢告的人不会比你们少啊，因为他们的手段可能会比你更好更多。那没关系嘛，欢迎上来这个见习一下让你的这告人的这个告人的技术更高更高人一等我都被告过了没关系，但是我们的上帝是非常公正公平的因着我被告之后呢，我们对法律呢也特别了解，在司法里面，就像我前面所述的，当你去告人或者你被告的时候，我们从荧幕里面这个看得清清楚楚，您告我的话，您是住哪里啦？您电话啦？那当然呢，这或许是司法在让故意让你们知道有这种恐惧的，你的这些资料也会流露出去啦那将来您出去有什么这个伤残两短的，我们司法是不会你保障你的安全啊，那你自己看着办啊。所以呢，我们在此也是奉劝这一对母女你还是小心一点。当你那一边刚好恰巧去惹上道上的，那你可吃不完兜着走了。你以为你这样子去告你自己就很爽吗？没有，你可能晚上都睡不着觉，我没有骗你哦。这个高雄的一对母女怀疑邻居说他们坏话，所以呢不时的手持着这个手机没带在身上，没关系，我随时不用手机我都可以录影那拍照录影收证，这个左右邻居呢十多户全部被他告光。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司法是不是应该设立一个上限呢他同时去告十几户都表示这个人有问题了。我相信没有一个社区是有十几个人都对这个人特别有偏见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就看得出来，他一个人可以告十几户，表示这个人这是怪胎人家怪胎所以呢连这个紧邻的两个派出所也被他检举很厉害，连派出所呢都成为被他骚扰的对象。那有趣的是，很多老人家因为这个没上过法庭的，所以因为这样子呢，被这一对母女吓到都不敢出门连人民保姆，他这边写得很好玩，加物准很狱卒里长呢看不下去了，认为这是浪费社会资源。不要说里长看不下去，我们看了这些新闻，我们都看不下去了。所以呢，发动所谓的联署来仿制真的是这不阿多了，这你没办法录了。你以为你联署仿制他会怕你吗？我来讲面，警方调查这一对母女住在三民区这个十全一路
的某一个项链，哇，十钱一路。这个记得上一次我陪大陆去环岛的时候，大陆的这些不错哈，我们这些大陆的这个好朋友，那哇，四台车哦，到高雄啊。请我呢，全程那个露营啊，所以玩得蛮快乐的。不过坐车坐得好累啊，啊，他们实在是花了七天想要把台湾的景点游玩，那这个赶鸭子上架一样，好可惜哦。那我记得到了高雄呢，六合夜市，那因为我之前已经有前一团已经到过六合夜市了，那想说好吧，我就问一下饭店，大概六合夜市离我住的饭店大概多远？他说大概走路应该15到20分钟啊。哎，我这个人就喜欢这样运动啊，因为身体的关系嘛啊，这个仅存的岁月，我们就好好的来看是不是走路也可以让我更健康啦、啊。哎，走着走着，哇，大概现在要在高雄迷路也比较不容易的啊，十钱一路，哎，不错，好地方哎。那离六合夜市也不是很远啊，所以呢，这个跟巷内的邻居相处不和睦，经常疑神疑鬼啊。这个发现邻居在门口聊天的时候，恁两个啊，你要开杠是不是讲话歹话啊？好啊，恁做嘛嘞哦。所以呢，就开始呢不时拿着手机啊，跟着邻居拍照、录音啊。哇，这规家巷啊闹得鸡犬不宁，哇，大叹，强强要起笑啊，哇，真的是哈、哦，这一群婆婆妈妈坐在家里的门口，开心的晒太阳，闲聊的时候，突然间，这两个母乳啊，母女啊，不是母乳，不是母女啊，这个看了一眼之后，赶快就拿手机朝着大家门拍，直到事后，哎。那这奇怪，那个去，那警察发来通知单啊，啊，这怎样？哎呀，被挨到了啊，妨害名誉啊！哇，我也是两次的，真是的啊！不少老人家一辈子从未上过法庭啊，有人到庙宇还要去收金啊！哎呀，这些欧巴桑，你实在哦，太不相信了，免惊啦！哎呦，大不了一死，我跟你讲，现在人啊，不惊死人，什么人拢惊伊啦？你了解无？哎呀，免惊死，都已经。我呢已经53岁，我都觉得人生走了一半，啊，死要看你怎么死法，你死了有价值无？啊，还是死了讲，干那安尼落去，你惊死，你实在啊，社会你太无经验，唔好，安尼又惊你啊，死水笑讲你没有社会经验，没有社会历练啊，那怎么办呢？只要欧巴桑还多多到教会了啊，教会是有在做教育啊，教了就会啊，叫做教会啊。好像不是这样哈、哦，没关系，教会啊，教会毕竟啊比较没有迷信的这个东西啦，但我不建议大家入到会里面迷了啊，这样子就不好了哈、啊。然后呢，他可以教你一些怎么样化险为夷的，我跟你讲啦，上帝你做靠山，你若无要做歹代志，你放心啊，你若做歹代志，我跟你讲，你求上帝都无效，没有错啊，啊，绝对不会包庇你去做。啊，伤天害理的事情，当然我也不例外了啊。我虽然这样做，我不觉得，是不是伤天害理？但是我觉得，真理是不变的啊。讲讲圣经的下来，真理就是真理，不管两千年进前两千年了，真理就是无法的改变啊。我们不能杀父母啊，这个很明确的，这就是真理啊。不管父母再怎么坏，你都不可以杀他，对不对？你可以躲他、闪他，你可以检举他，你可以让法律治疗他、治理他，或者告诉朋友去修理他，但是你不可以自己去动手。好，那这个不少老人家一辈子从来没上过法庭哦，拢吼气噶，吼、有人去修家，佮行到破病呢。拢在骂讲，哎呦，真夭寿哦！哦，惊到大家都唔敢出门哦。另外还有一个诚信的巡守员，嘿，还更加趣味啊！哦，大部分人嘛，总是一个敢若我同款的啊，较沉不住气啊。看到这个查某囡仔，伊过来咧，伊都孙伢怎啊气到那个扒落去？哎呦，一扒落去，18000块，哇！所以呢，还是
想到这个 money 还是算了啊。这 A 虽然怕人家送，但是万八块我看，我若巴结来探万八，应该嘛是会好了哈、哦。对了，最扯的是这一对余姓哦，姓余的哦，母女党、母子党、母女不是，另外一个姓余的母子党在家中吃饭闲聊，在厝内哦，吃饭闲聊，这两个母女行过讲，嚯、哦，躲在门后。居然录音收证，哇！这八十几岁这个老母啊，这个姓余的这个大姐，老大姐出了大门，看到一只手，哎呦喂啊！你奈安尼在搞什么鬼啦？我唔知是用国语还是用台语的。哇！安尼是两个人就被告妨害名誉，哇，不遐严重啦，放心啦，这够不行啦吼。然后紧急当地的石泉派出所还有民族派出所不断的接获这一对母女的提案、报案提告，然后呢若是警方处理久了还了，你知道这警察我跟你说不能怪说他们冷漠无情，那遇到这种母女你看他们如果太热心我看他们热心不起来没关系，总是当了这个地方保姆嘛，都有卡巴哎嘿，我相信这个警察还真的是要有一点教会的这一种，是种修养啊，才能够沉得住气。这个接到不断的这个报案啊，那他要写报告啊，要呈报上去啊，要处理啊，所以呢，这个母女对于警方的处置很不满意哦，我讲完连那也是啊，频频去检举，哇，我来讲，警方呢频扑倒霉啊，你看。是不是？这个司法呢？这个警察当然您对于警察局有些人要不满意，当然你可以检举哦，确实哦，那蛮有效的哦。从他的督察单位去检举那像我们会里面就很多都是警界退休的也有很多都是因着当督察之后升官的。那当然了，他们也不是傻瓜了，不是说你这样的母女来常常检举他就会那个相信帮你成为老是成为你的利用工具他可能刚开始是按照他们的作业程序，必须要去做一些报告一定要承办。那当然，警察人员因为这外面勤务也多，回来还要做这些报告，老是烦死了，真烦死了不要紧，你两个不要紧，虽然真巧。母女精跳，但是我用跳只能跳一席啦。你得罪那么多邻居，你住在那边，你安心吗？很奇怪的，没有必要然后呢，你真的打赢官司，那些人被你罚了，你看这就是结下梁子的。你哪一天在马路上被车子撞了，没有人会去给你叫救护车啦。我跟你说，你这一对母女你有够戆的。你哪一天？踩到香蕉皮跌倒了，人家在旁边笑你了，哎呦，就是这样的下场那跟阿扁一样他以后的子孙敢说我阿公是阿扁不？我用不干啦，我用这个是恶果啦。我们觉得很多人就是这样，干嘛呢？对，记得多做一点好事。所以要是那些人被他告，现在很不爽，真的，我会建议你等以后我们有好人好事的这个主持人的节目，你就多看吧，消消气至于我的节目，看一看，一定你会更有智慧。面对这种恶者，我跟你讲啦，咱跳的人，正义的人也不是很笨啊。我针对这个事情，就跟我另一半就在那边讨论啦。像这样的母女，用什么方法是治她是最好呢？对不对？其实我们讲的说，人总是呱呱。我派阿西会有他软的一个时刻啦，像我们在教会常看到，就是说，这个用什么方法？其实，万一真的知道这一对母女有生病的时候，特别带个礼物去看他啦，这样子大家的梁子就化解了。当然，有一点讲起好像是我们吃亏的其实对这种人他就是这样没有在他感受到你对他的爱的时候，他永远就是这样搞下去。若是他生病你去看他，他还在告你去叫我外公，这比六千东西尊都好了不必要不必要去插你所以呢，这个警方大叹倒霉也只能默默承受一名承办官员不堪压力过大，还选择调离他
辖区唤起健康。哎呦，你看有厉害不？这种骚扰可以骚扰到警官，都可以骚扰变出成病来了。哇，这警察其实不太耐用哈，我很难过。我们不是当事人，不知道被烦的那种感觉哈。搞不好我们去了没两三天就真的暴毙了。哇，那是不是还要请这一对母女来当情报人员，或者是当什么样的？对不对？审判长也不错。那些作奸犯科的不堪其骚扰，对不对？乖乖的，我认了，我认了，我招了，我招了。所以这个安森里长啊，周田雪娇哦，周田雪娇这个周里长，其实做地对我们就热心了哦，其实蛮不错的啊。你们要是有一些人认为你交的朋友啊，要查一些像是不是有前科呢？其实有些里长蛮好用的，他们也可以帮你的嘛啊。当然我们网络电视台很乐意来帮你们哈，我们不让那些有诈骗前科的人继续有地方可以来下手啊。有曾经有骗过感情的啦，骗过钱财的啦，哦，这些人呢，其实一旦他建档，他有前科，我们就势必不是讲要个害啦，嘿，咱就袂去害伊啊，但是咱不要害哦。嘿，去害伊甲不要害，其实是真的是一样重要哦。哎，我们不要被他害啊，对不对？因为你给他下手的话，那是不是他又对不对？无形中增加一个罪条呢？而且现在是司法是一罪一罚哦。哎，你骗一个甲骗十个，骗十个甲骗一个，上好就一个，一个骗十个，啊，唔好十个骗十个，哈，你的这个刑责是不一样的。好，然后呢？这又开始发动地方联署啊，这个指控母女党诬告啊，并陈情地检署及市警局啊，还用不好，希望销案还不扣零啊，同时希望这个社会局啊来给予父母的辅导啊暂停呢 啊又回来了，好继续所以呢，他们呢希望社会局去辅导介入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其实，哎，哇，这时候宗教就可以派上用场，哎，是，这些人哦，大部分拢惊宗教的力量，你就叫这些人安尼，搞神弄鬼的啊，半夜就出来说啊，我这某咪人起动啊咯，哇，我咧讲伊，他就买单。他就相信你有这一套，哇！那十外个狗，然后半夜人起动起来时，看这对母女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法界的人士说，提告是这对母女的法律权利哦，哇塞！所以这个法律很奇怪，那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所谓的额度啊？他一个礼拜他提告太多，拍谁啊？你的额度用完了。我想一个真正好的市民啊，我想有人一辈子都通通没有提告过啊，因为他不会跟人家结梁子的啊，那我当然不是好市民了啊，我目前但是我都是被告啊，我不是我自己提告啊，那没有关系啊，这增加我们的知识啊，很多事情是为了别人而被告啊，那其实是增长我们的经验啊，用心啊，那不怕死的时候你都不用怕啊，对此这个他人联署销案啊，并不可行啊，所以要叫大家联署来销案是不可能。此外，控告内容只要有合理的怀疑，只要有合理的怀疑啊，也很难构成诬告罪啊。这句话就注意哦，控告的内容只要有合理的怀疑，就你不能说他是诬告哦。所以你若讲骂讲吼《三字经》啊，骂什么？注意啊！啊，像我这个全身有录影的啊，随时录影的，你只要讲一句话是属于法律上构成你是对我有诽谤的，那我就可以哈哈哈！我第三个字你就要花18000或者是30000块，当然看我的身份啦哦。他这个法官是很好玩，是依着你的知名度，然后呢给予你的这个名誉上的损失的弥补啊，像上一次有一个叫马什么华的马叉华的告我啊，然后呢他意思说啊，我把他以前的这个前面的记录啊 po 在我的部落格啊，我那时候是傻傻的啊，
这个写了疑似，疑似忘了写啊，疑似啊，骗财骗色，这个疑似忘了写，哇塞，他就要告我啊。那我们事实上已经私底下就有和解了啊，怎么样的和解？我很简单，我讲，你要跟我一毛钱，我一毛钱都不会给你啊，我宁可捐出去都不会给你。那你要爽一下子，还是要安心一辈子？那、啊、随你挑，没有错。好、哦、像我们这不怕死的人，还怕你来这一套的人？除非你要想跟我陪我玩，我就陪你玩，对不对？那和解之后，但是我们的法律是很好玩的，他在调解的当中的那个日期啊，我们没有掌握好，等于是好像第二题来怎么样？反正管他的，这种属于名誉诽谤的，是小 case。大不了顶多去关个十天二十天，对不对？我一毛钱也不会给，对不对？啊，还可以吃公家的啊，去见习见习也不错。那后来呢？啊，自然而然啊，就啊，怎么讲？就是去调解会的时候发现啊，原来这个人已经多次告人家，连那个调解委员里面的委员呢、啊，都记得他印象很深。那我们事实上。也不是说一定要跟这个，这个人啊、怎么样对立，也不是。我们讲的是说，只要你不要再继续利用你跑到教会去啊，你长得也很帅，对不对？我也知道啊，我们小组也同在一块啊，也一起吃过饭啊。那你假设说我在上面看宅不时，也可以打个电话给我就好了啊，对不对？哎，说哎，痛不痛？你那个报道是错误的，我难道会？不接受你的这样的一个电话吗？不是，你马上就给我哈哈去报案通告，而且到了法庭你也知道是我，你还是一样的放马后炮。我跟你讲，哎，没那么简单啦，你懂吗？哎，我怕我就不敢出来，我也不敢出这个节目了，对不对？没关系，只要让你再给我逮到，我还是一样，一样让你呢整个现形出来，嘿嘿。那你要是好好的做啊，你不再骗财骗色，你到教会来，我们还是欢迎你啊，对不对？但是你如果都是用这种目的来的话，很不好意思，只要有我在啊，我就盯着你。嗯，好，所以呢，这个控告是他们的权利，但是我呢，不怕死，我想要 K 你也是我的权利啊。这个到时候 K 了就被告伤害，那但是我们两个互殴就不一样了。懂吗？我当然可以制造机会，我们两个彼此啊有什么纠纷啊？那你除非你都不动手，你就站在那边被我 K， 你只要一还手，那咱们就别互殴而已嘛。所以说，在法律里面是这样，完全讲究证据。所以各位若是你没上过法庭的，其实也不要怕啊，只要你懂得你自己要收证啊，很重要的是。当对方是有一些不良企图，你已经有一点这种感觉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要录影收证了啊！现在器材非常发达啊，我们不去害别人，但是我们很重要，不要被别人害，哎，不要被别人有机可乘。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第五集 啊，对不对啊？一二三啊，哦，我都这个录太多的都忘掉了啊，第四、第五啊。那我们就来谈到就是有关这方面的一个有趣的新闻，那我们也不要成为那当中常常去告人的，那下场也是会很惨的。反而我们希望您是将来是都是像我们陈述局一样都是在帮助别人的，那我相信您一旦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身体的微恙的时候不舒服，就会很多人来看你哦，你看那时候什么病都没有了，不是吗？下回见。